十分美味，没有鸡腥味，有点像低鸡精。是的，鸡精啊是一种营养价值非常高的补品，而我的首选呢就是 Ginohimitsu 鸡精。它是采用180天健康走地鸡，以高科技双重炖煮而成，让人体更容易吸收。它能够促进新陈代谢，舒缓疲劳，帮助我们恢复活力以及增强免疫力，所以不只适合像我这样忙碌的上班族、老人家，或者是怀孕中刚生产完，甚至是哺乳妈妈都适合饮用，滋补养生的。是时候准备下一轮工作。没错， Ginohimitsu 鸡精呢是让我精神续航、元气满满的秘诀。每天一瓶，能够让您绽放完美光彩，任何场合都能够随心掌控。是的，双亲节即将到来了，除了带爸妈享用美味大餐，也别忘了送养生这个礼物给爸妈哦。Ginohimitsu 鸡精除了应援您的健康与美丽，也适合您宠爱爸妈，献给您。